谁说老外不信邪？各国迷信文化大公开。这三个人一起吃饭，其中一个人那个礼拜就会死掉。啊，对，你怕那个事情会发生，你就是要赶快吐口水三次，这样子噗噗噗，然后再就他说，如果有用到卫生一次次，你又会已经受伤了。哦，所以运气不好的意思。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